传单先不要发了。演唱会被学校取消了。取消？取消？我也不太确定耶，好像都说你妈受伤，要你妈打电话。好好。你们这边办活动有先申请吗？没有。这样不行哦，没有办申请的话不能够先办哦。我你去读大学，是要你好好读书，不是规工够赚钱啦，比一寡有干无顺的代志。灿烂时光，请锁定公共电视。